我今天呢要出发去苗栗。现在呢要慢慢的走去跟朋友们会合，等等就要开车出发咯， Go！来到苗栗的第一站，先来到通霄白沙屯妈祖这里拜个码头。但今天刚好遇到庙会，人超多的，所以我们只有在门口稍微拜一下之后呢，就溜出来了。等一下就是稍作休息之后呢，就要往下个点前进哦。离开了白沙屯之后呢，来到这里。来吃午餐，建议大家是要事先定位啦，因为人真的很多。方向前进 ，Go！从吴妈妈开了快50分钟的车，抵达了烟美术行馆，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。现在呢是在今天晚上的住宿地烟美术行馆的就是庭院，这里是3点才可以入住，然后我们刚刚稍微在外面绕了一下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要慢慢的拿我们的行李进到我们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就赶快 move on 房间吧。我要去哪里吃饭？我要去绿叶方舟吃饭，吃完之后直接原地看萤火虫。
现在呢要往里面出发，然后呢往萤火虫的方向的路其实都没有灯的，所以大家在走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其实这边有很多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但是 GoPro 好像拍不太出来，但其实真的有，而且很亮欸。哇，好多好多好亮晶晶的，好亮晶晶的。最后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大草皮，然后这里有一整片的树林，里面呢有很多的萤火虫。我现在看过去呢，是整个树叶上面都有很多绿色点点的小光，其实还蛮漂亮的，而且萤火虫的数量真的蛮可观的。虽然透过摄影机没有办法拍到什么，但是如果你想要来看萤火虫，这里看得到，而且还蛮多的，推荐给大家。但是记得来看萤火虫的话，不要开灯，然后声音要小声，不然可能萤火虫被你吓跑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